哦，我是那个机务大队的制控师，这一架先去，飞机或者说发动机从一般它就是制造出厂开始交接过来以后，所有的维修的记录都把它记录下来。回来一下，你就看到每一次见到他，他的头发就会多白一些，那个时候还是很心疼的。我就想着能不能画点画，能够给他激励一下，让他就是轻松一点，就是自己在飞行的各个场景下的一幅漫画，通过不同的场景去激励我。接受这个漫画之后，自己还是很感动，手机里还一直珍藏着。毕竟这个行业女生是很少的，然后就特别想去拼一把，努力一把。每天晚上把小孩哄睡了之后，她自己会去加班学习、背题，有时会加班到两三点钟。她就像我的一个靠山，很踏实。他站在我的身后，我就感觉很踏实。我们同为军人，能更理解彼此一些，所以这些辛苦，就是可能在看到孩子或者看到自己的丈夫，就是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也会觉得是值得的。